好，妈妈可以开始。妈妈的难度是很高的哦。看一下72岁的妈妈，跟我们在家里做踏板运动，噔噔噔。你看，欧巴可以，欧巴上可以踩跳，来踩跳下来，来踩跳，很厉害哦。好，这要抛玉兔是不是？好，鼓励大家都要运动。好，训练心肺的话，可以预防老化退化。呀，年纪大，那个记性会比较差。然后根据很多 paper 研究，好，然后训练到心肺的话，可以对老化上面的可以延缓老化。好，所以妈妈这个可以当示范带，家里的爸爸妈妈可以买个踏板，跟着踩踏，然后踩抬膝，踩抬膝，好，可以训练到股四头肌。好，那累的时候就原地踏步，好，上上下下，好，走路就可以了。如果很累的时候，可以改成这样子。那个踩还转过来换方向，那个有难度的。刚开始。好，原地踏步，来个高难度的，高难度踩换边，踩换边。哎，对，你看。换脚上，对，再来，换脚上来，左上。右上，左上，好，这个难度比较高，对，所以如果累了就原地踏步，就不要继续踩，好，原地踏步，加油，就这样子，3分多钟的歌，好，原地踏步缓和，然后停下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停，原地踏步，让你的心跳恢复正常，好，啊，这个妈妈自己还会做缓和运动，非常的厉害。原地踏步，然后重心，他还会做伸展哦。好，反方向，倒回来，走反方向。好，伸展一下大腿，伸展一下腿，弓箭步，对，弓箭步。好，踩前面，对，前面弓箭步，脚掌先踩下去，弓箭。啊，这个是伸展腿后侧，小腿到腿后侧的伸展，来腿后侧的伸展，轻轻的扶在大腿上面哦，重量不要压下去哦。好，踩弓箭步，都是轻轻扶着大腿而已，都没有用力的往下压。好，换边。好，来，再几个深呼吸，放松一下。对，要收操了。好，这是我妈妈的示范啊，谢谢啊，啊，妈妈跟大家谢谢。总是